头顶痛，头顶痛，这个痛啊难忍受，就是现在就是不摸它，还是摸上去就很痛啊，我眼前看到一个钻头啊，哇，往里面转了啊，往里面转了啊，看到一个钻头往里面转了啊，转了啊，转出啊，然后我就看到的场景呢、啊。人家抱出了一箱一箱的文件，一箱人家的一箱的文件呢，从30年前到现在了都是关于共产主义的都关于共产主义的文件，堆得满满的堆得满满的堆得满满的原来是他们策划已久的策划已久的。怎么办？准备推翻美利坚，推翻美利坚以后，接着建立他们的新光国，建立他们的新光国，原来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回事。然后他们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是，金字塔，设的那个权力机构，他们几个，准备在。金字塔的塔尖上来控制他们来控制他们现在在引入高科技手段在引入高科技手段以芯片来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掺在疫苗里边那个疫苗就这个掺的太多了就成假疫苗了你就说掺假稍微掺一点那个假货超过了真货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现在这个疫苗就是假货超过了真货就是完完全全这个芯片液体芯片想通过液体芯片来控制所谓的大流行呢新冠的大流行呢他们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人家往里边注射往里边注射所谓的疫苗来芯片控制好粘好以后未来就把通过芯片来控制人们他们就稳稳当当的只要手按几下子来控制人的思维投票去了嘎一按投给谁他们要达到这个把所有的人手他们能管手伸得到的地方地球上手伸得到的地方都听他的话听他的话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那个人工智能用人工智能来通过液体芯片来控制人来控制人然后达到他们建立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在塔尖上所以老的共产主义加上新的科技再加上他们糊弄的芯片糊弄的应该是糊弄的疫情作为幌子来加芯片这个的目标要建立一个新光国知道了再见再见